话不多说，那谢谢大家来，然后有空欢迎多来坐坐，谢谢。今天第一次来，这里很特别啊，很有特色，有很多不同的家具，还有一些艺术品，感觉也挺好啊。我挑这个忘年大吉，因为就是今年是狗年嘛，那当然就应景啊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忘年，忘忘忘。岁月静好其实是人生最美丽的一个境界。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让你感到平静而美好，那就是一个最棒的日子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请老师呢帮我写的岁月静好这四个字。VPeople 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天天，在新的一年里面祝大家狗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天天都是元气饱满。所以我祝福 VPeople 的所有员工狗年大旺，恭喜新年全体人员在这里祝大家狗年紫气东来。